你柠檬也递一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西爸爸。今天是10月1号，又是早起的一天，7点钟不到。你们是不是还在睡懒觉呢？因为我今天跟别人约好了，要去他们家给他们家小孩剪那个百天头，我现在要出去，只有妹妹一个人在家里，因为她一个人还在睡觉。这么早的话，奶奶都已经把西西带出去了，都没在家里了。我现在来给奶奶打个电话，让她早点回来，要不然等一下妹妹一个人醒来的话，在家里也不好。奶奶平常出门的话，一般都不怎么喜欢带手机，就今天的话，不知道带了手机没有。哦，又没带手机，又没带手机，哎，你看，手机又放在这里。经常性的是联系不到奶奶，她没有带手机出去的习惯。现在给爷爷打个电话看一下，爷爷的手机。给他湿巾擦一下。现在这样就算剪好了。其实剪剪的话倒是还是挺简单的，但是花的时间也还是比较长，来回的话到现在好了的话1个多小时了。剪完以后的话一般都会给一个红包，但是今天没有收到红包，发到手机里面来了。我来看一下是多少钱。事先的话都没有说好是多少钱的，一般的话都是给一个吉利数字。280，今天这个红包还是有点大了，以后这样的活多来一点，再早起一点我还是比较愿意的。现在8点半多了，我也刚好回店里上班去了。